看我的，对，他来看我的，没有。这个时候通常我就会不管他回答为什么。有啊，好了，其实哎 ，Hello， 第二位朋友，你你是来看谁的、啊？哎、欸、嘿，那我叫什么名字啊？好吧，哎，他很紧张哎。好啦好啦，开心。那我们接下来齁，我们就来先唱一首这首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曲，因为其实今天会唱一些自己的创作，那包括外面有放着我们的专辑，那可以的话，再请朋友们多多支持一下。好，第一首歌要介绍是张震岳的歌曲，叫做《爱我别走》。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的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的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，再给我一说出口，再给我一点
耶、yeah, 欸！哇、欸，突然多了两个朋友，来来来来来，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了。你来，今天来看谁的？来说看看。嘿、hey ，哇，真的，所以你是来这边练团的？哇、wow, ，你是主唱吗？因为声音蛮可爱的、欸，你是主唱？哎、欸，好棒！你们都唱一些什么风格的歌？哦、oh, ，就是那个 Wonder Girl 啊之类的，什么 Wonder Girl？ 你知道 Wonder Girl 吗？啊、oh, ，是是是，对吧？你的声音应该蛮好像那个，应该会唱郭靖之类的，会不会？哦、oh, ，不听流行乐，啊、oh, ，西洋流行，比如说，嘿、hey, ，你英文歌比较熟，嘿、hey. ，不知道什么 Symphony。Symphony， 没有，我也没有听过。哦、oh, ，有你不知道的歌，你我不知道。那你知道吗？对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回去听看看，不错、啊，应该是不错的歌手。对对对 ，Symphony 哈。哎、欸，那这个嘞，我们这个大哥，你是喝醉酒？什么？你什么洗碗？你在这边洗碗？是吗？他说他刚练习、哦。你有喝酒吗？他说他没有，他看起来很像是，哦，对，是是是，你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啦，大概54。哦、我猜过最小的年纪是不是？好了，很开心、其实我要、首先我是林世轩，然后介绍身旁这个我们的和音天使，他叫做才子，那是他的声音非常棒，所以被我抓来今天帮我和音。那其实接下来我们第二首歌要来是唱一首合唱的歌曲，这首歌是叫做。你的心里，其实我们台湾的流行乐还是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啦，可以的话今天我就介绍给你好不好？整一封信，想念时候能温习你气息。我把你的贴心整理成日记，做这时候能重建我心情。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因为我并没有开口挽留你，但你不知道我转身。包好我们的感情，没想到爱你却只能用力开代替，原谅我为你付出的勇气。转身后的表情，面对分离好不容易，我的行李已经打包好我们的感情，没想到爱你却只能用你开代替，原谅我为你付出的勇气。你的行李包好美丽行李，希望在你寂寞时安你，都怪我无能为力，才让
这句话我没装进你的心里，你的心里，你的心里，啊，谢谢。这首歌是谢震廷的歌曲，叫做《你的行李》。其实这是我听过最 近期男女对唱是很好听的歌，好到我会想去练的歌。尤其是我不太练新歌啦，就是平常都是出去表演的话，都是尽量唱自己所写的。对啊，因为如果都已经有机会表演了，然后都不唱自己的歌，其实蛮可惜的。所以接下来我想要介绍一首歌曲，是我蛮早期所写的一首歌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？有可能没听过，对，没听过的几率蛮高的。这首歌叫做《没关系》啊。其实这首歌我在一些节目上有唱过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
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没关系》啊，这首歌算是我创作以来是第一次发表的一首歌曲了。那其实很多朋友觉得，因为就像我以前在外面表演的时候，我就唱这首歌，然后台下就会有人问我说，这首歌还蛮好听的，然后是谁的歌？然后就很开心，因为别人会误以为是这是可能我翻唱谁的歌，然后结果真的有人在 IG 上面有翻唱我这首歌，然后我就看到我还吓一跳，吓一跳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他 PO 的影片点阅率比我高，对啊，就也不错啦，就是至少他有帮我曝光，然后甚至他自己还抓了那个谱，对啊，就觉得蛮有心的，好，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经验。那接下来。接下来我想要介绍我身旁的这位，其实我要称他也是歌手啦，他叫做才子。然后我们想说今天可能大家对他的声音会非常的好奇，我请他来介绍一首歌曲。
拢是一张卡。我最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，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是我是最平静最安心的时光。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，我们要再合唱一首歌。你在笑什么？笑，帮我来一下。有点紧张。谢。好，那再跟新来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了。最右边这位吗 ？Hello， 你好，请问你今天是来看谁的？这个厉害，我觉得这个蛮厉害。他讲说，我今天来看你的，我就会刁他说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他不一定会知道。来看表演的不错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不要继续问下去了，真的会伤感情。那这位呢？这位隐身在这个黑暗当中的这个，应该是个女生，还是因为这边很多 rocker， 所以长头发不一定是女生。来，出个声音，出个声音，应该是女生吧？对，是女生，对不对？因为坐姿蛮端庄的，还。你好，请问你今天是来看谁的呀？说话吗？他有讲话吗？还是那边根本没有人？请你告诉我，那边有人吗？有啦。你怎么不跟他坐前面一点呢、啊？有没有？不用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待会再跟你互动，因为有点远，其实我听不到他在讲什么。好，那我是林世轩、今天是担任第一个时段的表演者，那接下来还会有两位歌手在后面蓄势待发。那可能朋友们刚刚进来的时候有经过这个门口，他有放着我和薯品的专辑，大家可以如果喜欢今天的表演，然后喜欢我们的声音的话，可以实际上支持一下，谢谢。这黄昏，直到夜里打转都听见悲伤的午夜，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，她已跟随黄昏来临，翠绿的衣裳在火中化为灰烬，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，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，她自言自语，在离这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乘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
中化为灰烬，神奇火焰一直烧到黎明，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，她自言自语，在离这很远的地方。谢谢莉莉安，这首歌是宋冬野的歌曲，有听过吗？有听过？你有听过林世轩吗？谁谁啊？你说谁吗？哎，说哎哎哎，你好你好你好，你怎么知道？好了好了，开心开心。那接下来唱什么歌？哦，接下来介绍的也是一首自己的创作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最遥远的地方》，它是我在前阵子还在南北奔波的时候，那我在高铁上写的一首歌。不要讲高铁啊，我有在客运上写的歌。下次我要改客运会比较，大家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歌手没有钱，我们要支持他的专辑。没有啊，其实我高铁我是买学生优惠。好了，不要解释。哦，哎。哎、欸，在好，越描越黑是不是？好，这首歌叫《最遥远的地方》。哎、欸，刚刚你在那边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要不要聊一下？聊一下啊，哎呀，来自哪里？台北、新北是新庄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猜对了，新庄，就你未来的学校。哎、欸，哪里啊？不是，他才。很小啊，他还没有读大学，嗯、看不出来哈、嗯。你们看起来也是高中生的样，好好开玩笑，讲给你们开心的。他们在问说你有没有被人打过，有没有被粉丝打过？有呢，我之前点歌没有唱，就是差点要丢酒瓶的。哎呀，我不要再讲话了啊，来。
答。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渺小？饥饿心墙上提醒我们曾经的疯狂，我飞到最遥远的地方，你看了世界的我寻找幸福的模样，遍体鳞伤的长大，心风有些花，不知不觉的迷茫，幸福背后笑背后也有你的坚强，我飞到最遥远的地方，离开了世界的我寻找幸福的模样，遍体鳞伤，你在哪？墙上的图案，提醒我们曾经的疯狂。谢谢，最遥远的地方。欸，我想先请问这两位好了，因为你们刚刚进来嘛，那你听到了这首我的创作，你有没有一些想法或建议？有吗？好听吗？直接这样讲，好听吗？好，有一些，欸，这段录起来，再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，三位，欸，我的歌好听吗？哎，谢谢谢谢。那再一个，我们全部一起好了。没有开玩笑，他们不会理我，不会理我。OK， 不要这样弄自己，真的会把自己弄得很尴尬。好，那很开心的是，接下来我也是要唱一首自己的创作。
这首歌很特别，这首歌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时候写出来的。什么时候？你要不要猜猜看？无时无刻都有灵感。啊，没有，其实只是在晾衣服的时候。不然你们以为什么？你们很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说说看嘛，你刚刚想猜什么？我赌你不敢讲。哦，失恋的时候，哦，那也是一个时候了。我是说生活的某个时候，不是人生的某个时候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不如你把全部都给我》。谢谢，不如你把全部都给我。首先 接下来这首歌其实是最后一首歌啦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，然后你要讲什么？
要讲点感性的话吗？那好吗？是我最近排便不是，真的蛮感性的、啊，讲会哭，最近不是很顺利的。好，那我是林世轩，真的很开心大家今天来。那我担任今天的第一位表演者，接下来还有两位啊，我的好朋友们在后台，他们都为了这个表演都准备了很久。那为什么我是第一个呢？暖场。哎，对，我是暖场。没有，不是啦，不要把自己讲的那么好不好？就是我觉得啦，我觉得一把吉他就是感觉其实比较。我如果在后面一点的话，反而会我自愿，我就跟他，因为我原本是被摆在后面的，然后就自愿说，我当第一个，因为我的高铁是9点多的，到最后还是讲出来了。我们介绍这首歌是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 Miranda 啊，专辑外面有放啊。如果朋友们，你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没有年轻。如果朋友们喜欢我们今天的表演的话，请翻倒饮料。哎、欸，超尴尬的。好，哎、欸，要自己要擦干净哦。不然我们没加清洁费、欸。哦，空的啦，空的啦，空的啦哈、好，介绍这个曲目，你打乱我的情绪了、哦。对不起，对啊。哎、欸，是我问题。好，我。这是一首情歌，嗯，好 ，OK。在吗？
谢谢 Miranda。 好，这首歌是收录在这张 EP For Myself 里面的其中一首主打歌，这是一首主打歌。然后很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捷克音乐，然后也很开心他们受邀啦，对，来到这边表演这个非常棒的舞台。然后接下来会有两位也非常杰出的表演者。好，我想要怎么做个 ending？ 我是世轩，不是，我才是世轩。哦，我是才子，我是世轩。然后这是我们的今天的合音天使才子。那希望大家有空，好不好？来我的可能粉专逛逛啊，看看我们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资讯。然后也可以上网，可能就是购买我们的产品。购买我们的专辑产品，有周边产品吗？比如说，海报有吗？购买专辑。好了，我是世轩，那很开心今天有没有哪位朋友我今天没有打到招呼的？那个、有没有自动举手好了？那个男生，后面那个矮矮的女生来。那是你哦，那是经纪人，看错了。这样做 Andy 不错哈，你们下次见。拜拜。那个男生，你没有跟他打到招呼？哪一个啦？中间那一个嘛。你不要戴个帽子就讲得好好啊，再跟你打一次招呼。有啦，来。他看起来很年轻。来自哪一个县市？台北。声音还没变声哦。他21岁了，23岁了，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是不是？有没有男朋友？不要乱，不要这样乱弄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真的会没办法走这个大门。好了 ，OK， 我们下次见哦，谢谢，拜拜。大哥辛苦了，谢谢。